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菲碟啊。咁隔咗三年咧，終於可以嚟大阪旅行啦。咁今次咧，我會喺大阪同京都大約玩八日左右。咁今次同上幾次嚟咧，會有一樣嘢好大唔同嘅，就係今次我帶埋我個仔過嚟。咁但係由於今日行程太過緊密嘅關係咧，佢終於翻咗去民宿瞓緊覺。咁所以咧，我可以有啲時間咧出嚟同我老婆咧行下夜街。咁所以咧，我哋而家嚟咗咧。就係呢一度，呢度係咩啊？可唔可以介紹一下？呢度係天王寺公園。我記得我三年前就唔係咁嘅樣，跟住而家幾靚。其實咧，我今朝我哋咧係有經過呢度嘅，我哋係去咗個天王寺個動物園先，因為同阿仔仔去玩。咁其實今朝過嚟嘅時間咧，都覺得呢一個位置已經好靚。今日咧朝頭早嘅時間咧，呢度咧。是啲人係全部喺度露營野餐，係嗰個打卡位嚟嘅。邊度啊？我沙卡嗰個。嗰度？係啊，我今朝諗住打卡，但係太多人喺度嗰個位嘅。同埋呢一度，如果真係開曬櫻花嘅話咧，呢個位係真係會好靚好靚。只不過我哋今次嚟嘅時間真係唔係咁啱，所以冇辦法睇唔到真係開櫻花嘅時間。足於闊別的三年，通天閣就在我們眼前，好像有點押韻。是啊，三押韻死人。哦耶！其實現在就望落去跟之前都沒什麼變過啫。冇一條河豚咯。條河豚其實之前是哪個位置？前面啊。是不是這裡啊？不是。前面那裡啊，河豚。啊、我有沒有東西不同啊？是啊，其實有沒有東西不同了呢？我覺得應該都有嘅，呢部車好得意啊！邊部？阿 B 阿文，阿 B 阿文。乜都係阿 B， 乜都係阿 B。我等住。唔係，但係。阿文。我想玩呢、這個。玩咩啊？我想玩呢、這個，我想玩呢、這個。我都想玩啊，其實。哦，又去玩啦。唔好有姿勢，冇實際啊！我打中了一隻恐龍，我看到它動了一下，是但是我想它會跌下來，但是不跌。你想多了，一下應該跌不到。你對小東西好一點。哇，都是動啊，不跌而已。那隻馬吧，不如、yeah! 你說的有的了。是嗎？是啊，我要上面那個邊個？我要樂天熊仔餅，唔跌噶。咁啊，你揾啲跌嘅嘢啦。嗱，哇，中噶，唔跌嘅啫。OK， 中噶，高難度啲。巴力支啦，不如。哦。不是八力支，不好意思。好好好。跟住唔知啊，跟住俾你讲啊。容易啲嘅嘢咯。多谢晒。对你几冇信心喎、啊。真系唔得咩？个盒八力支。边盒八力支啊？再拉屎一个啦。嗰只猫下边嗰只绿诶，有红色盒有绿色盒嗰、那个啦，有只眼嗰、那个。應該輕的喎，都係。你講嗰盒綠色嗰盒白絲，應該輕身的喎。唔得，應該都重。係咩？應該有人中過啊！哦，我都話應該輕身啦。係耶！好。哎，誒，繼續上啦。勝利品啦，呢個500 yen 嘅勝利品。誒，呢度咪海豚海豚位？呢度係河豚位啦，呢度咪。即系呢度？系啊系啊，海豚位呢度。哦，呢度海豚位。因为本身咪吊住嗰个海。呢度啊嘛。系啊。冇噶啦，冇噶啦。可能迟啲人嚟装翻只新嘅上去。我谂难啲啦，会唔会？呢间嘢都好似冇咗系咪？呢间嘢系执咗，但系我觉得佢有机会开始啲嘢会翻翻嚟咯。系啦，我哋而家就直接去翻我哋。
介紹一下我哋民宿附近嘅西城區嗰度。我發覺呢度附近都幾多唔係，最緊要就係呢度啲位咧，呢啲自動販賣機咧係相對會係平好多。人哋不嬲講話嗰邊係窮啲嘅人，因為100日圓好貴啊！啱啱我哋樓下度最低暫時見我50日圓嚟喎。唔係90日圓咩？唔係，前面有個60至90日圓嘅，我帶大家去睇呢啲。我哋好快到噶啦，隔條馬路就到啦。其實西城區距離天王寺只係一條馬路之隔，算唔算咧？佢上網啲人就話，其實如果真係講比較多流浪漢嘅，得我哋嗰個位添。都係住嗰度。係啊，同埋話先。好啊好啊，但係我覺得又 touch wood 啦，暫時係有嘅比其他區多嘅，但係。我其實覺得東京的淺水最多咯，真的很多。其實前面少少的位置就已經到西城區嗰度。呢度係咪就係你頭先講？咪都唔係嗰度。買咧都仲要八六八四。呢度。60至90日圓。唔係，其實佢都係得一個60日圓，其餘嘅唔係喎，呢啲都係60日圓。係咯。90日圓，喂，呢啲抵買喎，其實。相對講，呢個3000都係60日圓咋。買俾你飲啊？唔抵。跟住，但係前面其實我知道有間係50日圓我見過，但我實質位置唔記得啦。但係我覺得真係好抵。同埋琴日落街行嘅時間咧，我哋發現咗呢度附近嘅天橋底嗰度咧，有啲屋台，咁咪天橋底啊嘛，前面屋台，但係而家仲未開。其實個屋台，但係佢係寒風嘅，佢度係。學風的屋台，去飲燒酒。燒酒係。即係呢一個，呢度係就琴晚見到嘅屋台，同埋我哋去埋前面睇，我記得前面都仲有一間啊。前面嗰度係啊。其實呢一度，但係唔屬於係屋台嚟喎，諗應該呢個係真係佢自己有個位去做咖啡室嗰啲。係啊，算唔算咧？算啦。好過癮啊！我覺得呢啲。好有特色咯，因為你喺深寨橋，或者可能喺蘭波，甚至可能喺咩啊？深寨橋都有。深寨橋冇呢啲，我暫時覺得都。睇下食咩先？可以睇下啲咩食？有咖喱飯。有酒喎、啊。有餃子，有漢堡包。有麻婆餃子嗰啲喎。有幾間嘅，原來係唔係一間嘅。即係呢度咁樣咯，就話實話，點解你頭先唔幫襯嗰度？哇，好飽啊，大佬！實幫襯嘅，會嘅，會嘅。等遲啲食完再補拍啊。唔係，下次咧，我係等前面嗰度，即係頭先我哋經過嗰度咧，開埋啦，就一次過掃落去。一次過掃落去。係啊，係啦，一次過掃落去。哦，好啊，好啊，一次過掃落去。但係講一次過掃落去都係講緊嗰係得嗰兩個位嘅啫。講到好似好犀利咁樣，再攞睇下仲有冇？冇。我係都想，因為咧我成日 YouTube 咧睇嗰個屋台嗰、那個嗰條 channel 噶，唔知道大家有冇睇過？跟住咧佢就會拍咧，我就會睇下，咦佢喺邊度嘅咧？哇喺大阪喎，咁我有個大概嘅知道喺邊啊嘛，嗰啲不過通常拉唔到，所以幾特別幾特別，可以試下真到。我呢度咧。因為我覺得是挺特別的，即如果大家只是 去深齋橋、啊、或者是去蘭波、啊、或者是美國村，你是不會見到。錯了，它另外一站是深齋橋的。是嗎？是啊，但我沒有見過這個站的。惠美不知道什麼，我忘記了那個三個字的那個。是啦，我就是說這裡很有日劇或者漫畫那些 feel， 動漫那些 feel。我有沒有看過《飛輪少年》啊？佢啲畫，佢嗰種感覺勁似咯，好中意。呢一度望過去咧，係好有以前嗰啲日劇啊，同漫畫嗰種感覺。我真係完全喺日本嚟過，日本咁多次，我未曾見過呢一啲鐵。呢條係板界電車啊，咁大頭。係啊，板界電車可以去介市。有時間我都想去一去咯，講真的，那裡很多嘢睇噶都。啱啱經過的時候，我才發現原來呢度係很多香港人。咩？即係都喺度好多 Airbnb 咯。
我冇諗過咁多嘛。同埋好多韓國人咯。係咯。韓國人都好多，都係嘅。仲有呢度咧，我係發覺有好多居酒屋咧，望落去咧，感覺上咧好似係危險啊！即係嗰啲危險地方。45度角嗰啲咧，斜斜地。即係譬如喺前面星月啦，你去過㗎？好熟。我覺得啫，前面咯。好啊好啊，同埋左間咧，就係前面呢度啊，樂園啊。我驚你見唔到啊！你唔覺得好咩嘅咩？事實上佢係俾唱歌嘅啫，100 yen 一隻。佢唱俾你聽喎，唔係你自己唱喎。咩啊？你自己揀歌啊？係嘅咩？係啊，你啱啱揸住麥啊！啊，呢度咩60 yen啊？睇下仲有冇仲平啲啊？50 yen啊！我哋樓下。啊，係啊，就係我哋樓下。嗱，呢度就我哋住嗰個民宿嘅樓下，前面呢度咧就係50 yen。係啦。嘅咩飲咧？自動販賣機。應該真係暫時嚟講，我見過最平，睇下有冇40 yen打開咗。其實嗱，50 yen 呢好多，咖啡又有60 yen 呢啲。我未見過呢啲牌子咯。就算我哋見開嗰啲都係60 yen啫嘛，即好似呢一啲氣水。你跌咗佢咯，可能係我見識少啫。唔緊要，我會照去嘅呢啲。我見識少，你唔好咁啦，唔好揭我見識少咯。但係真係好平喎，呢啲50 yen。我睇下便利店賣幾錢呢個？呢個牌子我認住佢。好啦，嗱，今次我呢條片咧短短地到呢度為止先，因為而家我哋要上去咧就熬醒我哋個仔去食宵夜。好啦，咁今次呢條片到呢度為止先啦，我哋下次再繼續啦，拜拜。